唱唱主小妹，我叫小圆，我叫小美，我叫燕子，我叫三，就是小圆他们来我们家也快一个月了，然后今天我想带他们去看看，去哪？我们去逛一下，去逛一下嘛，看我家附近的风景怎么样？我们邻居人怎么样呢？真的，我也想知道怎么样。我也想。那我们走吧，小美，上车啦。OK。这边走吗？我有一个朋友，他呢也这边走，但是我不认识他家。对呀，他叫阿刘，他现在国内的。是啊，我以前去过。去过了，去你有去哪？来过这里了吗？还有姓钱阿森，去朋友姓钱朋友家哦。
才看到一个帅哥嘛，然后一边帅哥帅哥帅哥这样子。啊，他喜欢帅哥，他喜欢帅哥。服了，没有什么。我们这边现在的每家每户嘛，都是有小路了，都有小路了，不像以前一样要走路这样子。去吧去吧，拜拜。因为我以前走路过这里的，这里还有一个店，很方便哦。还有牛，人家来这里放牛的。这边，这条路，两边都是，这条路两边都是人牵的。我是帅哥。你刚刚，喂，你还说不是？没有，我没有。都好看，这里都好看。怎么了，姐姐？这里我想介绍一下嘛，这里我们这边有12个村，然后每个村都有一个门，像这样子，看见没有？然后这里是一个村嘛，一个村大概有80到100户。看一下，那里有还有小小学校啊。对啊，都是农田，太多了。我们这边是种农活的，看农活房子都是小小的，很小，你看，好小好小的。呀，那我们走。然后现在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很好玩。OK， 可以吧 ？OK， 去吧。太小。给你们看一下，这里有两个，那个是可能是他妈妈吧，他来这里。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在哪边呢？他在前，
就是这再剪，就是这种。它脚下没地了啊？多么的脚下没地了。还有这个，还有光给你们这个，就是这种。大大大，还是，但是太小了。哥，把电抱走啊，哥。把电抱走。对呗。对呗呀。我的车。少数民族，一般的、一般的都不穿，都不穿拖鞋。你看他走路，没有穿鞋，不穿拖鞋。哇、哦，我回家了。这条路太难走了吧？哎呦，我的妈呀！有牛，有牛。哎，这里有一位美女。有美女放牛，哎喂，哎你看这我，哎你回来呀，哎你回来，进来呀，哈哈，要长一点，要长。叫我去拉关，我提着筐。em người ở đây đúng không? Em ở đâu? Em ở dưới, dưới kia. Nhà chị ở dưới này mà. Chị ở dưới này. Em học lớp mấy rồi? Em lớp 11 rồi. Em lớp 11 rồi. Em 2005 ấy. Em tên là gì? Uyên. Uyên à? Uyên à? Hello. Chị mới nhận. Em tên là gì? Uyên. Uyên à? Uyên à? Uyên. Uyên à? Uyên à?
thì hôm nào bọn chị vào đây bọn chơi, bọn chị rủ em đi chơi. Vì ở nhà chị ở ngoài chợ Phan Lân ấy. Em biết chợ không? Em có. Nhà chị ở nhà bọn chị ngay gần đấy mà. Ngay nhà em. Thế là Châu đi đâu rồi? Châu chị ở kia rồi. Niếu Phảo là. Niếu Phảo là. Hôm nay bọn chị đi lên đây chơi một tí ấy. Thì gặp em thấy em xinh quá, ngồi lại có xem một tí. Nhìn thấy对对对啊，不是捡瓶子，今天收获大了。我们捉紧美女，去泡妞，去泡妞。太高了。哎，我的眼睛呢？我不见到。那背景旁边都有。完蛋了，我是不是神经病了？我在戴眼镜，我还去找眼镜。哎，神经病了。姐姐，我跟你说，我刚才还找我的眼镜在哪里，我去戴它了。然后我跟小美说，哎，小美，你看到我的眼镜？小美太牛了，我没有牛。这里也挺好看的。小美太牛了。哎，你们哪天我们来这里烤吃吧，烤东西吃吧。我们就放车在这。喂喂喂！你们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边的村的，比较穷，然后没有什么学历，没有住来嘛。我给你们看，比如这样子，孩子太多，我们可以去问问一下他们。问一下吧。见吗？看不见，太黑了，录的很不方便。然后也在是山上的，所以说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见什么树面的，就是一个就是人的一生只在这里的，只能在这里，不能去外面，也不知道去哪里。对，太难。所以说呢，很孝顺。他家在这里啊。很漂亮，你看，很漂亮。哦，眼这个眼睛好漂亮啊！给你，
进去，我们看一下里面。你看他们家就这样的。太辛苦了。里面什么都没有。你看，晚上就这样烧火，然后在这里煮饭吧。你看，这里住被子也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哎，我们看，现在看这盘的狗狗。这家里什么都没有的，你看，冰箱什么都没有。因为今天是我们去玩嘛，去玩，然后就看碰到他们，然后就是没有带什么，没带什么，就我想下一期来看他吧。OK， 下期我们来，下期来吧，就来什么给他们吧。然后我们可以来这边一起吃饭吧。对，我们去外面看吧。帽子不戴，戴个眼镜。什么时候我带一点衣服过来给他吧。对，我要买新鞋给他们吧，他们都没有鞋。你看，在这里都没有鞋，有一个有鞋，一个没有。你看，这盲坑呢？你好好吃的。我找到了，得能上网找的。得能上网找的。下次我们来这里。我们走吧，真的，我有点舍不得回去看他们这样子，我觉得有点心疼他们。但是我们这次来这里，我们是去逛逛一下，没有带什么东西的，也没有带钱。如果我有带钱，我会给他们。但是你不带，那我们就回去吧。我们回去吧。然后下次来这里给他们买一点。下次来。然后这一圈也是我们这边的最后一圈了。那我们今天的视频也拍到这里吧。然后下一集我们再来看他了。OK。大家请帮忙，我们点击订阅，按赞加关注。谢谢大家的观看。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的观看。